老婆，嗯，你太傻了吧，芭蕉树不是这样子吃的，不是说在户外烤可乐就可以吃芭蕉树吗？起来，老婆帮你处理一下。老婆，你的芭蕉进来了，吃吧。老公，菠萝蜜熟了，我要吃菠萝蜜。那好吧，你慢慢吃，我去摘。哇，切一个菠萝蜜块。把粘液擦掉，撒上辣椒粉。老婆，菠萝蜜花做好了，过来吃吧。哇，好漂亮的菠萝蜜花呀！吃。老公，这个菠萝蜜花太辣了，我要吃汉堡。这里是农村，哪里有什么汉堡？快点去想办法，我就要吃菠萝蜜。好吧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摘。熟了，哇，哇，哇，这个是糯的，哇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哇，骨肉超级多，哇，把那个皮给它剥掉啊，看一下有多少肉，哇，满满的都是骨包啊，出肉率达到90%。来，你的菠萝蜜，记得关注我，来我家一起吃野生菠萝。山竹，燕窝果，户外解渴神器，哇，好漂亮的椰子蛋，今天简简单单吃个喷泉椰子蛋，哇，好爽啊，好吧，老公，房顶上长个丝瓜，走，老公有办法。老婆，快上！我太难了，你别笑。来，你的西瓜帮我拿。哇哦，老公，我还要吃芭蕉树。芭蕉树是给猪吃的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吃。好吧，你等一下，老公来处理。好甜啊。